心如，神力不笨，又被你看穿了。有一次，我因身受重伤掉落人间，就躺在那里，筋疲力尽，无法动弹。我此一生从未如此难堪狼狈过。你下吧。当时被捡到的时候，确确实实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，就像是遇到了传说中的英雄。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属于自己的英雄。竟是一个那么普通的凡人，掐住他的脖子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他窒息而死。我叫沈黎，你再叫一声哥哥搭试试。沈黎，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对行云上了心。神君，行云，神力不笨。又被你看穿了。